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L6A 厂利用太阳能发电系统 CDA 热回收、冰水最佳化处理，以及利用 MAU 并联节能大幅降低风车用电量，节能减碳，永续发展绿色成就。友达本着永续经营的理念，希望将绿色的 DNA 植入每位友达同仁的心中，对环境的关怀也一直是友达最重要的营运策略。瑞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药桶自动倾斜装置、自来水储冷、智慧型冰水运转管理系统，提升能源管理效能。瑞金电子秉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瑞金用心，台湾第一。台湾集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2厂四五期，透过绿色能源利用、太阳能、水池生态、百热热回收，达到环保节能。台积电在这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产品价值，以及提升整个国家形象。汉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科学园区分公司实施冰水系统全变频控制及照明系统减量，积极力行节能改善，朝节能减碳零污染的优质企业迈进。台湾凸版国际采光股份有限公司改善成品包材回收堆叠法，空压机减量运转。低碳企业，低碳生活。台湾凸版为落实永续发展之政策，以达成低碳企业、低碳生活之使命。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制成水回收、点回收系统、热回收锅炉节能及照明节能措施，在兼顾能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下，追求企业的永续经营。